臣事是医药，垂泣言，妾为王直扫除之意，时有四年矣。王万一不幸，妾将贺托。既不能以身为训，愿落法为尼。为王独一藏佛经，以报平息。武皇为之流涕。即武皇薨，臣事果落法持经，法名志愿，后居于洛阳佛寺。庄宗赐号剑法大师。旧五代史P421。